陈大的，你又不听啊？把听我光着念他，是不是？我对你搞什么样？高桥要求了你，怎么办？嗯？搿趟那家家又当起总队长了，侬为啥打手了？啊？我顶多就当起小队长。哎呀，侬搿样的一点志气都没个了呀！要的比那家家好，侬还要总队长？侬是小队长？可没出息了？小队长嘛？什么？侬是小队长？侬责备我啊？我小辰光？嗯。我小辰光总队长。啊？侬确定？我记得，我没记错哎，我现在爸爸讲我小队长。那爸爸讲我小队长。嗯。爷、yeah. 嗯。那我考侬到几分？一百。乘一百。都有多少？一千。对，爷。奶奶。一百乘一百等于一万。侬好好读书，侬好好读书，不要考了，侬不要去考爷爷了，爷爷已经还拨老师了。啥？自然能还拨老师啊？搿个那么侬老师在哪里？我应该去接你，我还拨你。